虽然你们说这游戏很虐，很什么的，然而玩过凯瑟琳的我来说，玩过猫里奥的我来说，我并不认为它能让我多么抓狂。声音还是有点大，再调调。我已经调到10%的音量，怎么还那么大？啊，这样好点了。目前据我了解的操作，应该是 Shift 是确认，然后上下左右键。为什么有三个档让我选？然后，哦，能选继续还是新游戏？我拿什么可继续的？哦，新游戏，这里是难度。中等、困难、非常困难和 impossible，就它了。虽然我觉得这种游戏难度又不是，这是刷怪那种游戏吗？选最高难度试试。Shift 跳，我去，真难受。好嘞，妈，行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我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反正我下来以后接着再回去不就行了？在他，干，哎，现在操作还不太熟悉的事儿。啊！我看看能不能在空中停顿一下，然后接着回去。哎呀妈！哦，这个过不来的。哦，多疑猜的问题，我靠，原来过不来的，渣渣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每一层都这个是吗？每一层都这个是吗？这边能上去吧？一看他这开口就知道能上去，我真聪明。我靠！这苹果不是用来吃的吗？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就哎，不就掉一苹果吗？我怕毛，再掉，渣渣，我不上来了，哎，我不上去了，行吗？切，来吧。来吧，看咱这身法，没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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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才其实已经猜到会是这样了。虽然猜到了，但是需要亲身去验证一下才行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
我才不换难度呢，没有我克服不了的难度。哎，这次怎么没事儿？我去，这什么鬼？该走上面吗？难道？哇哦！二段跳能跳多高？这么高？哎，这俩苹果我跳过去，别撞到其他的，跳不过去，他们这高度我还，哇，躲过去了。来来砸砸砸我！哇哦哦！神闪避我！我去，别得意忘形了，别得意忘形了，别。应该走在两个苹果中间，我，哎，真难走。没关系，这种游戏我看到没有。就差一点，只要我熟悉过来的话就没问。别慌别急，你可以的。又差一点，啊，这个难度不能存档吗？那我就困难难度吧。哦，这是存档点啊。那就没问题了。这不太 easy 了吗？我靠，有存档我还怕个毛。很好，又神闪避了我。哦，我闪避越来越神了，看到没？我得记住哪儿的苹果会掉，哪儿的苹果不会掉。哦，哦，哦。什么鬼？苹果怎么飞了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对于那会飞的苹果，可能会不考，突然掉下来砸我呢。我果然，都会往上飞，这次反重力，说白了就是。哎，这个怎么没飞起来？要不然我一口气儿过去试试，感觉这个是不会那个是。刚才怎么不能二段跳了？我想用二段跳没用了。等我手有点累，这个键盘的位置问题，我离远点。啊！别慌，只要不慌，我现在连最开始这破地方我都过不去。
然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要能用手柄就好了，用手柄的话，这种游戏根本就不在话下。不要着急，行了，没问题了。刚才我是，怎么骗过那个苹果的？哇哈哈！又到这个地方了，这次我绝对不能再死了。好嘞，哎，不哟。我好不容易，哎，在空中怎么二段没法二段跳了呢？哎，我现在连跳都没法跳了，我键盘坏了吗？哎，啊，下面这苹果为什么没有攻？激我呢？哦，哎，我过了，但是存档点我还过不去。难道这云彩是能踩的吗？如果这云彩不能踩的话，我这儿绝对过不去吧。哦，云彩能踩，那应该没问题。哎哎，太棒了，我还是该选普通难度的，我觉得困难难度什么的给我去死就行了。这次的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。哇，这算，只要经过这儿就算存档了，是不是？嗯啊，差一点啊啊，要打！我靠，你们不早说，浪费我时间。好不容易一次性过去了，然后你们现在告诉我那不算存档了。唉，冷静下来，川黑。冷静的人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。Yes， 就是这样。Yes， 就是这样。Yes。哦，危险！嗯，哇、哦，
哎呦，Z 是吧？哎，哦，能打，原来还能攻击的，但是我怎么才能？啊，哦，这么回事儿，行行行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哪路货多？哎，它又变成红色了。哎，我已经彻底明白该怎么办了。奇怪，我明明点了二段跳，它就是不给我二段跳啊！哎，yes， 什么鬼？我靠，这地方什么鬼？怎么过去啊？这个重来很简单的，很迅速，该说是真的。这个能改操作吗？我想知道。每次点二段跳，他经常就不给我二段跳。上面那个云也踩不到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对，能打吗？嗯，能用手柄吗？这个，然后并不能。我看有选项能让我用手柄吗？啊，可以！哦，去，有手柄了，太棒了！行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有手柄了，我还怕吗？谁告诉我这个 R 在手柄上是哪个键？这个 R 在手柄是哪个键？他说我必须按键盘才行，这个重生的时候感觉是这游戏是游戏问题，在这个二段跳并不是我鼠标键盘的锅，因为我点了它不跳。可算跳了，我好明白这儿该怎么办了，我好明白了，一鼓作气啊，先跳到那个会上升的云彩边缘处，然后二轮跳到上面去啊。啊，光棍看评论区了。哪有其他的云可以走啊呗？哎，等会儿这个云好像是，耶，还以为能无限在上面跳呢。
真的就差那么一丁点儿。的没关系，还是有进步的。啊哈哈哈！马扎法克！我靠，这地方！啊啊！怎么？这种程度，休想让我气馁。Yes， 傻了吧？存档了，存档了，我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过来了。啊，天！我去，这玩个屁！这什么鸟地方？下面全是刺儿，我怎么过去啊？踩着这个上去，上哪儿去啊？哦，哦，真的可以啊！Boy。啊，没事，这次往边缘处站。我还没看清我上面长什么样呢。哦，这边。我靠！这个得要什么闪避技能？我越来越没自信了。什么叫死个上百次就不怕了？你以为我现在死的还不够上百次吗？哎，
思思更健康，确实。越来越紧张了，越紧张就导致我这越身子越僵硬，越容易死。放心吧，不要和我谈耐心，我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男人之一了。卡斯林我不也试了几百次才通关的吗？快乐 fucking 一步，誰か殺したい。大家好，我没事儿。大家好，我是纯白，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接手，是不太可能的，继续让纯黑玩吧。然后又换回我纯白了，我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，地球和平，宇宙和平。但是游戏并不能让我如愿，所以说 go fuck yourself， 然后换纯黑喇叭。好，我是纯黑，我又来了。为什么一开始还能顺畅的过去，而现在就不行了？这个问题是需要我考虑的。现在换老管家来，纯黑还是太嫩了。这种情况下叫换。Mother， 心脏病又犯了 ，God damn it！ 现在是自动驾驶模式，自动你妹呀，自动的还是过不去呀。大家好，我是纯黑的人工智能，现在开始由我来控制。我这纤细的手指是可以完全 very good 的啊， go fuck yourself again。 这个口头禅是纯黑锅变成进来的自带电音啊， go fuck yourself out。 哟，马大叔与小舅舅，我的手指好像有点生锈了，
带我弄点机油上去润滑润滑再说。现在开始又换回我了，果然他们完全不够可靠，到头来还是得靠我自己。这次我可以的，这次我只要小心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纯恨女仆，现在由我来替她玩这一段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很有耐心的，很有耐心的。哈，看到没有，这柔软的身体。大家好，我是纯黑的女仆，现在开始由我来玩。刚才有一个自称女仆的人，但她是冒牌的，这才是我才是真正的女仆。这次的我绝对，谁刚才他面的冒充我啊？我才是真的呢！干嘛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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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啪！啊！不要扯我头发啊！我才是真的。啊！啊！让那几个人继续打去吧，他们正在争做我的女仆。我这边继续啊啊！老朽吃完这个速效救心丸又回来了，现在开始还是由老朽这个老一辈的人忍住。幸好旁边是放了速效救心丸，再吃一粒儿。这个游戏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老一辈人像老九这个年纪人玩。老九这心理素质好，所以说才能坐在这儿，不然的话早就升天了。老伴儿啊，我想你了，说不定很快就能去见到你了。管家，管家，你没事吧？管家，管家，管家！你好，我是你管家的主治医。非常遗憾的是，他已经不幸身亡了，不治身亡了。毕竟年纪太大了，而且你给他玩这么刺激的游戏，怎么能行呢？对心脏病人不友好的这个游戏，全都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死了你的管家。啊，是我，就是我，管家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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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说这个游戏死多少次我都无所谓了，我开心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老管家抢救我了，拿你！真黑啊！老朽在临死之前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其实我是。我可不就没死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！而且我差点被云在里下这个雷电给弄死，刚才千钧一发，幸好我没急着往里走。